Wednesday. Yeah. 你而家系乜嘢啊？想请问 ？I am a girl. I am a girl. 今日要试下自己用鸡蛋咧腌个咸蛋黄出嚟，呢个暂时系我自己睇过咧最简单最懒嘅做法嚟嘅，咁啊即管睇下可唔可以做得到先。妈，走啊！而家咁样咧就完成啦，跟住咧将佢放入雪柜雪佢48个钟，咁我哋再睇下个成果啦。1、2、3、4、5。这个哥哥系咁话要帮我清洁间屋，头先抹完台抹完地，而家喺度抹楼梯，攰唔攰啊？攰。以后间屋交俾你清洁啦，好唔好啊？好。好啊。You are the future of the family. Yes, sir.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你嚟做乜嘢啊？读书。这个就是雪了两日的蛋黄了，拿出来之后过水洗一面头的粉呢就 OK 了。等等，个样好像都不错，今晚试下整它来吃先。Free sand. When I said free, you need to be free. When I said dance, you need to dance. Dance!咁丑样啊！哦，你好乖呀、啊，你而家好乖啦、啊。边个唔乖呀、啊啊？我而家就拍片啦。啊！细佬，细佬，我食唔过。之前我上网问了大家究竟在 Warrington 和 Manchester 那里有什么好玩或者是好吃的东西，然后有几位朋友都推荐了我去 Warrington 一个的公园，我们就打算今天会去那个公园那里下一阵先。那个公园除了会有 Playground 去玩还有些花花草草看之外，它还有一个小的动物园，它里面会有少少仲有好多动物，佢唔算好多嘅，有啲草泥马，有啲鸡仔、鸭仔啊，或者兔仔嗰啲睇，系啦，佢冇狮子、老虎嗰一啲嘅，即系一个比较小型嘅动物园啦。咁我哋就阵间同大家一齐睇下啦。哥哥，呢个咩嚟噶？呢只孔雀。孔雀嗰度有好多诶，呢啲系细只啲嘅孔雀，好靓喎！如果佢开屏就好啦。哥哥见到啲动物好开心啊！呢个咩嚟噶？有 donkey 啊！啲细佬发现咗只黄色嘅雀仔。Very big. 你做乜笑人肥啊？呢个动物园入边有三只草泥马噶，呢度系其中两只咯。好睇啊，啱啱。好睇，好彩。
Hello， 我系 Bibi 啊。Hello， 哥哥。系啦，今日呢条片咧，我哋就要同大家一齐去食嘢。咁我咧一直都好想去 Manchester 嗰度行下，因为嗰边有好多香港人聚居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嗰边应该会有好多好嘢食嘅。就好多人推荐我去 Manchester 咧，就一定要去我今日去嘅呢一个地方。呢个地方咧有个特别嘅称号叫做曼城葵广。咁身为香港人都知道，葵广咧系一个充满美食嘅地方嚟嘅。顾名思义咧，今日去呢一个地方咧，应该都会有好多美食啦。咁所以我就绝对不能够错过啦。呢一度就系我哋今日嘅目的地。有几间餐厅我系特别想食嘅，首先咧就系想试下呢一个寿司啦。荔园都有啲人话几好食嘅，牛面馆就系食车仔面啦。涛叔叔应该会好想食呢一个，因为佢成日都话好挂住啲车仔面啦。我哋而家11:30嚟到啦，咁所以咧堂食嘅地方系完全冇人，咁我哋就可以稳定位先啦。上网啲人咧就话呢一度咧入边系成个迷宫阵咁样嘅，咁所以入到嚟咧就要睇咗呢一个嘅地图先，然后咧就去揾自己想要食嘅嘢。去到落 order， 我想讲咧，今次我做功课系做得非常之差。原来曼城葵广呢一个地方咧，佢入边嘅餐厅逢星期一咧，好多都系唔开嘅。我想食嘅餐厅系得一间有开嘅啫。咁所以咧，最后我哋就决定撤退啦，下次有机会先再去帮衬啦。我啊，我八岁啦。你知我把水你卸上去？系啊，今日有师傅嚟维修该啦，因为坏咗。剛才師傅將整個 boiler 拆了出來，然後現在他將零件塞回入去，不過呢他說零件呢是沒有砌好的，純粹是塞入去的，所以叫我千萬不要打開它。那等下個星期師傅來的時候再算。今朝收到呢一个包裹，咁而家咧就即刻同大家一齐开箱先。噔噔噔噔噔噔，哈，成个，哇，好嘢，真系我等紧嗰样嘢啊！真嘅，太激励。入边系咩嚟嘅咧？你估下？唔知。系手袋啊！呢个系嚟自纽约嘅品牌，咁佢啲手袋咧就系意大利制造嘅。这个是我人生第一个白色的手袋，因为我自己用袋是用得比较粗鲁啦，同埋唔锡袋的，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是没想过要帮自己添置白色的手袋，但是今次就即管试一试啦。哎，整个手袋都是真皮，它面头这里就做了一些鳄鱼皮的压花纹啦，上面就有两个金色扣拿来扣住的手袋，用的时候只要将它转开，这样掹开它就可以打开的手袋的啦。手袋旁边这两个扣拿来装饰都挺漂亮的，但是出街拿东西的时候，如果下下都要拧开两个扣才打开的话，就有一点不方便咯。它小小的体积不是很大，但是也不是说装不到东西的那些小废包，因为我自己生得矮的关系，所以我不喜欢用一些太大的手袋，但是太小的手袋出街装不到东西，对妈妈来说是非常不方便的。这个手袋的 size 对于我来说就真的非常好了，里面有一条带的，那这个手袋就可以给你执什么斜什么那些都 OK。但我应该都是比较喜欢就这样手抽多一点，它里面的容量其实都真的挺大的，除了这个暗格位之外它就没有其他分格的了，就是一个很干净的内容啦。这个牌子的袋的款式是比较实用，而且它的价钱都不是很贵的，好像是由200多美金至到400多左右。过两天出街就试下用新手袋啦。不行，你们扮 BB 啊？你哋做乜扮 B B 啫？边咁大只嘅 B B 喎？今日天气超好，大家睇下蓝天白云啊！咁我哋而家咧就行去公园。Hello， 呢个礼拜应该都系夏天嘅尾声啦。过埋下个礼拜，我谂开始咧就真系要秋天咯。咁嗰啲夏天嘅衫咧就要收起，然后咧就攞翻少少秋天嘅衫出嚟着啦。Left turn, okay. One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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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n, okay
喺度喐嘅。咁我哋轉到嚟呢度 ，Hot Stick 嗰度，咁 Black Sky 咯。你睇下佢兩個玩到。我要照顧我啲 B B。What？ 邊啲係你嘅 B B 啊？你是不？我的爸，我想怎麼樣啦？我想。我看我人我想左右都一个龙井什么龙井龙井这是野生的蛤这是几岁啊这些啊是啊野食来的什么野食来的不啱大人吃的不啱大人吃的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什么来的大人好多野食的你有五百只的五百只那是什么来的什么味的不物皮三味咯，你食啊啊！我做的不够贵，我做的不够贵，我这个气只要翻到用噶。哎哈，系喎，呢个系 Connie 姨姨买俾你哋噶。细佬个小朋友系黄色帽噶喎，细佬。今天开学了，所以要将这些贴纸黏回到他们的水杯和他们的食物盒那里。今年我们大个仔了，又要换新的贴纸。学校规定他们所有个人物品都要写名字贴贴纸的。我要贴我要贴我要贴。